开始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话说中秋特别节目，1、2、3、8、8。因为中秋节嘛，我们来扫楼，给外机外的同事送祝福。参与劳动。请亮哥来回答一下，扫楼到底是什么？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来参与劳动，我都看见大家去扫楼，就是太热爱劳动了。扫帚呢？扫帚给他。这个也太简单了，关龙飞。Wingardium Leviosa。八个人嘛，我们中间分组，就一样花色的人一组。请问为什么扫楼要分组？当然是因为后面要做游戏啊。看看这个分组啊。我看一下，来这个分组最后就是哪个组看起来要完蛋的样子？我已经找到了要完蛋的组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猜。立刻说出三句带月亮和中秋元素的古诗。月下飞天尽明生节，海上生明月。李翔，第一个执行人。啊。让他负责唱和小智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上九千里共婵娟。这文化全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说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中秋节嘛，过节了，答对的三个人可以抽个。恭喜你获得和傅斯跳共进晚餐，谁想跟你共进晚餐？知道吗？这个连上我们这个恭喜你，恭喜你获得廖俊涛请你吃饭的机会。哎，这个哎，只有我们这个比较正常，我们这个是恭喜你获得一次送员工礼物的机会。哎，这个和他们比就比较普通。哎呦，年年交对。哎，那你们还躲着一个。给送礼是吧？我给了。你给了？给了。姑姑来，姑姑。二选一吗？是吧？谢老师来，大声的念出来，送我们丹妮一个小礼物，一个吻吧。什么了你？中秋节快乐。谢谢。可以到时候把这个盒子拿来收纳一些杂物。谢谢谢谢。没有人事，请不要随意出。这边吧，是这边。是这儿。走走，见。我这有两个礼物送给你俩，你俩选一下。啊，我们抽到了给财务组同事送小礼物。好，有老师有耳洞的吗？这是胸针。你是胸针吗？阿基基蛙第一届中秋万里大赛，今天争出第一猛男。好，蔡伟泽获胜，下一个项目，泽哥可以一穿七的，那我是躺赢啊。公平点，你别欺负蔡伟泽了，给我们抽签吧。别欺负他，什么叫欺负他？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为他设定的。Bingo， 就是为了实现他明日之子万里计的愿望。蔡代表啊，抽到一样的两组来。我觉得应该就是，又是一秒钟。我跟威泽是不是？我们跟廖俊抽的。好。我要学词了，别动啊，热身的。我放弃了，别用力啊！过来的。哦，我学词了。哎哎哎！我拜他，就蔡伟泽拜我呀。好羞辱啊！下一位，来，你们就开始。涛哥，我可以两只手。啊！我赢了吧？我是不是赢了？哇，难以置信！竟然有比我更弱的。小智来先和那个玉米来。你觉得有必要吗？多此一举，你知道吧？3、2、1，开！哎，僵住了。可以。压万压万，兄弟。压吧，万白万。啊！都是乐手。哎，爆发一下，爆发一下。都是乐手。哎，打不赢没人看你 slap 了。贝斯手，贝斯手。KO。我主要是我背。我拜不过他，确实拜不过。我不跟柚子比。你待会儿私下试一下跟他呗。我不。你试一下，超恐怖。等一下，我先擦下。真的，我刚刚在想，不要抽到蔡维泽。我跟维泽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说命运呢。来吧，试一下。柚子认真了。柚子扒住。3、2、1，开。真不行。我已经认真了，蔡伟泽上次赢我大概是一秒钟，今天争取两秒。刚才的套票，好，谢老师先去消耗他一下。哇，他劲好大，知道？三个，哇，我靠，哇，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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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哦，哇啊，我已经不行了。三二一，开。哦，涛哥加油，涛哥。我们把我们的冠军颁给蔡维泽。奖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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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奖杯。哇唧唧哇，中秋赛跑。游戏规则：每人依次从同一水平线出发，手里玩具行走距离相加最远的小组则获得冠军。三二一，跑！三二一，跑！哎哎，兄弟，哎哎！这他不是这。好，我上。哎，哇哇哇！哇哇哇，举报他用意念控制青蛙。你的鸡，你的鸡好稳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再绕了一圈。这怎么是大公鸡？对，他是大公鸡。哎哎哎，走，来来来，就放这儿吧。我们练习了很久的快乐跑，发现自己的力量。摸他一下，他就会冲。按他一下头，按一下头。哦哦。我先试一下。那我先试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有，他可以。加油！冬天了，好。哼。是。哎，你的起跑。你的起跑抢跑。哎，作弊还。然后一会儿扣这么多就行了。哎。哎又回去了。哎。哎，扣这么多回来。他拐弯了，没办法。邓涛和仙宇获得第一届哇唧哇中秋大赛青蛙大赛冠军。和中秋有关的歌曲，中秋有关的歌太少了，和月亮有关的吧。哦，中秋人团圆，哇唧唧哇棒。果然是创作歌手，原创歌手。前面的不是这个，人早就写好了，一直没发这首歌。对，对，确实，这是一首很成熟的作品，我觉得。这首歌我之前歌的歌我听过，对吧？对，去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听到这首歌的 demo。你觉得我会信？然后下一首，下一首，唱答。2000 years later。你再唱一遍你刚刚做的一首中秋的歌。我记得第二句，第二句是哇唧唧哇棒。啊，中秋人团圆，哇唧唧哇棒。最后就是给观众留下衷生祝福。中秋人团圆，哇唧唧哇棒。又到一年中秋临，人间天极庆。八月桂花香，愿生活别累，多点芬芳。中秋月如水，愿工作顺心，日子更美。嫦娥祝蟾宫，愿爱情甜蜜，财源兴隆。中秋祝福到，愿前途无量，处处好。佳节倍思亲，圆圆是我心。明月本无价，高山皆有情。花好人团聚，祝福伴你行。一愿您美梦如月圆，二愿你生活比月饼甜，三愿您事业开花比秋菊艳，四愿你姻缘美满，家庭幸福，散成仙。明月圆，桂花香，祝你永远都健康。鱼儿游，鸟儿叫，愿你天天哈哈笑。中秋节祝福大家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月圆人团圆。